大家好，我是91，欢迎大家收看由我带来的第一视角。今天我带来一场 ZEP 的战报，那证明神族选手是对我是有优势的，那就证明他的分数应该比我高。地图是安提加新港，我们需要更这多张的地图光。ZEP 来说还是比较我们平衡需的，要更多的神族光。和虫族都可以很我们快需开要出自己更三多矿，的并且矿。只有一个路口比较好防守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我们其实需大要家在更打多 ZEP 的的时候矿要物。注意一些我神们族的一需些要小细更节，比多如的说矿物。神族不停在传雷烙的，那就证明他留了很多气，或者说你要看他的哨兵数量。需要哨孵兵数量化如果达到了矿物。这有个四五个的时候，特别是开二矿之后一波推出来有四五个的时候，那就证明他一般来说不会出引刀，因为这个时候引刀已经出四五个哨兵，那需个要气还是孵很化费的。更出多引的刀矿的话，物。需要首孵先化是比较慢，第更二多个的矿你物。应该能够感觉出来，他或者出飞机或者出什么科技建筑，肯定还是要补防空的。好，我们这盘我们看一下这个神族选手会怎么打。应该说是这张地图的话，还是会双开，因为双开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。好，一个 BF，那他这个 BF 照的位置是照在外面的，那就证明他想开始要封我一下，那我也就给他这个机会，我裸双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我们好，需要一更个农多民已的经发现矿了我，物。他应该是一个双农民探路，我确定他要封我入口。第二个农民应该会往这边走过来，我的房子要停的稍微好一些，这样的话就能看到他第二个农民过来。如果第二个农民如果过来的话，那就果然是第二个农民过来，那就我就确定他是一个要堵我入口的，堵我入口造地堡的一个打法了。那我现在就是要死命的去跟他耗，别想造我地堡，别想造我地堡。好，两个农民。这样的话，我基本上就安全了。好，还想封我入口，还想封入口，给你封！不要那么天真，好不好？哎呦，真是的。好，被我杀了一个农民，他还有一个农民的话，那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而且我看到他已经造出了自己的基地，那就证明他已经不会再修我地堡了。我也很稳健的去补自己的农民。好，经过开局这样的一个交换，那我应该是一我们个需要更多的小矿优。物。我们需虽然要我更也拉了一多些的农民矿出来，但是物。他那两个农民拉的实在太少了，所以说相比之下的话，我还有一点点的优势，因为我打死他一个农民，这个还是非常关键的。而且他基地也非常慢，造地堡，那现在他才中规中矩的打，那没关系。孵化更多的王这者。个点位的话，我可以直接开自己的三矿，因为他的兵传不到我三我矿们这个位不置，断不像的如果造他在出我上基面的地。话，那我就不能开了，就肯定要稍微打得相对保守一些。但也不一定，看他的开局吧。他现在才刚放下 B1，他一直在侦查我的三矿是否有没有开。侦查做得非常好，但是。我是属于那种慢开三矿流，我的经济要比那些很早放下三矿的要好一些，因为我的理解是，你就算放下了你的三矿，但是你没有农民采纳也是无济于事的。啊，这边还没有升级一攻，我这个房子主要看它有没有升级一攻，它的 BY 应该已经好了，啊，那我这个房子要跑了，一个 Zlog。看一下，现在还剩6分20秒，那就证明它是一个先飞机场，然后再升级一攻的打法，或者说是先其他科技，反正肯定是放其我他们科技。多多一这样的道话，矿我就可以机。稍微打得奔放一些。
个追猎。那我一定要把这波压回去，不压回去的话，我会很难受。无法接受。再造个基地，因为我钱比较多。好，我要放下 BY 了，再不放下 BY 的话，有点晚了。需要孵化更多的网。他的飞机应该就马上要过来了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，必须放置在军台上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看一下，还在升级一波。不管怎么说，防空塔必须要造的。造防空塔是很危险的，不管对方是飞机或者引刀。更何况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发现对方的一个什么打法。好，我每个矿两个女皇呢，可以确保我能够防守住飞机，但他看来没有造飞机场。那这个的话，退掉造个地堡也没关系，看他是否有开三矿的意图。需要孵化更多的王。他这波兵并不强劲，因为我这波兵是很晚才升级的、开三矿，那就是一个开三矿的一个打法。我还是要去努力的把这个岩石给养大。好，出来了。那你出门的话，我是最欢迎了。一条狗这边侦查，然后那边的狗去养。我要看看有没有开三矿。这条狗非常关键，开了三矿。那开了三矿，那我就不怕了，可以疯狂的补农民，并且我可以放下自己的五基地。这个应该是幻影队的幻象。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。三矿既然那么早开的话，那我可以选择一个空投早点升级，这样去打，不停地跟他去打双线。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我们需要更多的。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。稍微调整一下采矿。体力无法接受。好的，我现在再放下自己的飞龙塔。农民补的也是非常足够了。你的能量不足，再去开矿。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，很多的追猎啊！你的能量不足，体力无法接受。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，蜕变完成。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。房子里，他不停地在侦查我。你的能量不足。我是觉得稍微有点危险，必须要造一个地堡。造一些地堡来能够稳健的防守一下。好，我飞龙塔快造出了。现在先要选择一波空投。他出门了，这个房子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。带了两个巨象，那这一波的话还是非常凶险的。
这边打一个双线，应该说是一个三线。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，便宜万丈。这波他打得非常非常好啊，那我后面就要接一波飞龙。你的能量不足，这里是这个三线是打得他非常头痛啊，因为我这个三线让他整个节奏就乱了。我现在继续要去打三线，然后家里要插满宝。我们的部队遭到更多的王虫，超级遭到攻击。他是被迫要跟我选择一个换家了，但他又看到我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王，需要孵化更多的王虫，超群遭到攻击。我要稍微忍一下，忍一下。我很奇怪，我的一波速度也升好了。那好的，稍微忍一下。好，包上去。什么都 A 上去，什么都 A 上去。现在是个关键。能否打赢，就看这一波了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脉，已经空了。那这场比赛也是结束了，那这期的节目就带给大家，那下期节目我们再见。